回赠礼物给女生的日子哦。可不过在台湾，反正不管是24号、30号，都是男生送女生就对了啊、哦。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有安排，要让我们片中的男主角们要来送给我们女主角礼物哦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要有请佩恩，要有请佩恩来。你要送什么礼物给雪芙？来来来来来来，谢佩恩要送什么？送的是一个8号占卜球。8号占卜球，欸、佩恩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送这个占卜球？其实我们在这部戏里呢，有一场戏是在打撞球，然后没想到其实郭雪芙那场戏她演得很不会打，反正她比我还厉害，超级厉害，到就是我们要假装要撞球，然后没进那个洞的时候，哎，就 NG， 因为她就直接进了，真的是。好。所以你要这样子转身来，然后她就会，所以你要问什么问题？Olen 爱我吗？ Olen 爱我吗？哦，好，这个球就可以摇一摇，就可以摇出一个答案就对了。有有有。答案是什么？啊？他说，他说 loading 还在顶。哎呀。有有有。哦。他写什么？他说 no doubt， 就是当然了。哦、当然啦、啊，哎呀，当然，我们男女主角当然一定会爱情有火花的啦，哈、哦。好，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陆明君来。陆明君要送什么东西给我们的夏龙呢？高富帅，高富帅，高富帅。我最有钱一定送冰室。哇、哦，他最有钱啦，因为片中，好，片中开冰室了哈，所以他送他冰室了哈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。寒冷娜来，寒冷娜来，你要送什么东西送给小薰？来，等一下。彩虹小卡，每一张上面都有正面小语。我想要送给你的这张是，我是有价值的，也是受欢迎的。我目前就是如此。哎呦，真是有一套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欢迎我们另外一位男主角，我们有请曹兰来。曹楠要送什么给我们的钟心凌呢？我要送的，因为我在戏里面叫做金妹，然后她叫做银子，所以呢，金妹要送金子给银子。太好了。然后因为她在这边的戏里面，她会是我的太太嘛。可是呢，她在别的戏里面是人家的婆婆，那我怕她太累，所以呢，叫她吃一点金币的巧克力，怕她不联系。我喜欢。你不能瘦下来。哎呀。好，感谢我们的男女主角互赠礼物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导演来，请两位导演上台，麻烦。那应该先请我们女主角魏导演要先上台，对不对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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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陈导演来，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送这个东西给我们的魏导演呢？这好像回到我们大学的时候。哎呦。回到大学时候，天哪！我在大学时候就认识了，好专情啊！对，不能透露年龄。1984有没有出生啊？来，导演解释一下，来送这个。好害羞。你是不是平常不太会高调示爱？对啊，对啊，他其实很少说，然后我觉得。我比他 man， 我想要回送。我想要回送。好啦，你是我的巧克力，他也是你的巧克力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照惯例应该是男生回送。对啊，是对。哦，所以是我送他。对，所以是你送他，没错，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请那个媒体大哥，我们捕捉一下这很难得的画面，好不好？我们收一下麦克风了，请。好，可以吗？大各位，这样可以吗？哈，好，进来一点，来，我们捕捉一下这个很有趣的画面哦。再进来一点，进来。好，来，视线一起看一下中间哦，好，看一下中间，看中间哦。好，好，右手边，稍微看一下右手边哦，好，右手边。好，视线一起看左手边。来，导演这边。好。
看一下姚哥这边，好，好，再拍一下，好，来看这边，来往旁边，往旁边。现在最想得到就是那个八号詹姆球，很有趣哦，跟这部电影的情节非常的有关系哦。好，右下角哦，因为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元素都跟占卜有关系哦，让你相信爱情跟命运之间那种偶然与巧合。好，你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艺人们到舞台的后方一下，然后请佩恩稍留步。哦，你们两个真的玩开了，对不对？还在研究。哦，好好，请佩恩先留步哈，请佩恩先留步哈。我们今天呢，因为要准备一个神秘嘉宾要来跟佩恩。无限 HD 频道会员开始招募啦，只要60元就可以当一般会员，每天爽看会员专属的黄标影片，750元就可以当股东，可以邀请摄影师拍你想看的，签唱会、记者会、4K 线上直播等，股东还能看特殊神秘的影片，不要犹豫，赶快来加入。